Hello， 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集介绍下商汤二零啊。今日咧出现成交量嘅异常咧，只个股升穿前高位嘅。咁商汤横行咗有一段时间噶，我哋量度一下佢横行嘅时间。咁啊，横行咗有42个交易日左紧啦。喺低位嘅位置咧，有出现吸筹嘅。咁同埋咧，横行嘅过程中咧，你见到咧成交量咧。阳烛是放阔的，升的时候阳烛放阔，跌的时候阴烛是收窄的。商汤每次上都是阳烛是出现有成交量放阔的情况，保利加通道处于收窄的情况出现。今天其实就升穿前高位，成交量异常。那只个股其实在之前都跌了一轮下来的，自从是大的成交量出现之后才叫做有啲企得定嘅迹象。再嚟睇一睇周线图，周线图或许会更清楚少少。自从系呢一支阳烛较为大之后咧，佢就一路喺 2.04 至到 2.49 之间上落啦。最低位跌唔穿 2.04 嘅阳烛低位冇跌穿，其后上嘅时候咧，阳烛继续放大啦。咁今日星期三成交量咧就未到。上一周咁多嘅，咁如果你话到上一周咁多就更加好。如果未入场嘅话咧，嘅网友咧可以留意下 2.49 呢个位置，因为 2.49 咧就呢支阳烛嘅顶嘅。如果再升穿咧，下一站咧就有机会咧挑战翻呢支阴烛顶嘅位置啦，三蚊价位附近嘅三蚊呢一个大关位置啦。日线、周线咧低位亦都系出现过吸筹，咁同埋三日出现都非常之低下嘅。通常横行完咧，有阳烛上啦，中间时间段有吸筹咧，成交量放大嘅话咧，有机会系突破前高位啦，而再炒上嘅。如果未升穿 2.49 嘅话咧，未有货嘅同学仔可以再留意一下嘅。其后若然再次出现个吸筹啊，咁啊直播率相对会较高啲啦，一种方式啦。另一种就都系等翻升穿 2.49 啦，再升穿 2.49 嘅。咁今日有少少偷步位置咧。咁我拆分到日线图咧，就见到系7月20号咧呢日嘅阳烛嘅最高价位2.42啦，吓咁换言之咧，其实今日升穿2.42嗰下已经系一个突破买位嚟噶啦，指示价咧就会拣横行区嘅低位嘅，咁啊2.04啦，拣最低个位置啦，上网咧到3蚊咧，直播率非常之高嘅一个情况。好啦，咁啊今集关于商汤二零嘅介绍做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